老板娘，给我来张电话卡。要几种？有哪几种？1万、2万、5万、10万、20万、50万。1万，那给我来个2万的吧。2万。啊，兄弟们，家里的电话、手机没有话费了，在越南老板娘这边买张电话卡。这是2万的吗？我看一下。哦，个十百千万，哦，2万块钱是吧？兄弟们，在越南这边买电话卡比较方便啊，2万。啊。个十百千万。干嘛？我是外地人，我看那么多零，我不数一数吗？万一给错了怎么办？越南800年了，还说万一？谁住越南800年了？装备。你在。我以后我不来买你东西了，你怎么对待客人的？你不来买我，你不想念我吗？我走了啊！这一天天，兄弟们，你明天再给你买，是不是被你猜对了？不，一天不买，兄弟们回家充话费去了，要不然没办法给老板娘联系了。